Miao等的人到。 我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万言一共来了三路人马，但是没有我要等的人。我可能是被人出卖了。你的内伤很重，不能动武。况且，我们日月神教内部的事，我不希望你插手。我求你马上离开这儿。想死这人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死在自己喜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，我很喜欢。 既然我们大家目的相同，那我们就联手干吧。好，痛爆之策。对，只要能杀了那狗贼，也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。<笑>上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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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还没有找到你父亲呢。再说，我们名门正派的事，我也不想让你插手。 各位朋友，令狐冲何德何能，有劳这么多高手来此，你们也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吧？哼，我们是不约而至，一起来要你的狗命的。哦，原来是程师叔啊。诸位，我给大伙介绍介绍，这一位呢，要说他也曾经是我华山派的弟子，25年前离开了华山，不知道躲到什么鸟窝狗洞里去了。 今天突然蹦出来，就是想当华山派的掌门。胡说！我先要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兔崽子的命！哎，程师叔，25年你都忍了，也不急于这一时吧？愚兄，不知道贵派的绝招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，你练得如何呀？取一刀命，绰绰有余。诸位前辈。 久违了，以你们的武功修为来看，每个人都有几十年的功力。咱们习武之人本应当行侠仗义、除暴安良，可你们却助纣为虐、暗箭伤人。上一次我挑瞎了你们的眼睛，是想让你们引以为戒，可没想到你们却不思悔改，放屁！这几个月我们不见天日，想的就是吃你的肉、喝你的血，拿命来！
林福中不可以。